另外一个人走到你身后去，那他很喜欢帮人家弹吉他，所以我就唱他的歌给我听，是一个很美好的夜晚，歌名就叫做 Wonderful Tonight。
Wonderful Tonight， 王的舞兔呢？哎，各位有听过这首歌吗？有哦。我这边要尽量跟各位介绍一下。这首歌是 Eric Clapton 写给他老婆，但是他老婆是之前 Beatles 的团员之一的老婆。那后来反正蛮乱的哦，但不是重点。他写给他老婆这首歌，那他歌词很简单，我不是要说他的歌词，我是要说他写这首歌，因为当年他唱这首歌，他用他的乐队，那传达了他这样子这首歌给他的老婆，但是自从他的孩子死掉以后，他有了新的搭档，这个搭档就是我非常欣赏一位鼓手，其实我就是要介绍这位鼓手，那这位鼓手也是我的偶像。很奇怪哈，一个吉他手，一个唱歌的，对鼓手这么如此的痴，这个着迷哈。那这个鼓手呢，他叫 Steve Gay， 他为了这首歌添加了新的生命。那我会特别因为来改编这首歌，是因为 Steve Gay， 他给了我一种不一样的节奏，虽然他很慢，但是他慢到让你觉得是对的。那在当今世界上，在执行时间鼓手这个任务的人，那 Steve Gay 大概是属于，我认为他是数一数二的。他不是一个浪打，让你觉得非常的棒，可是他让我体验到，在一个很慢的速度里面，他在那样子的时间单位里面，他游刃有余，然后他让这个夜晚更美丽，他也帮 Eric 加了分，非常非常多的分。所以在刚这首歌的后背景，在音乐带里面的那个鼓的味道，就是我要向我的偶像 Steve Gay 致敬的哦。那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把 YouTube 打开来看一下，后面那个鼓手他很老啊，大概六七十岁，那你可以感觉他那个打鼓那个非常 laid back 的感觉，你会很享受他打鼓，那个镜头会一直 take 那个鼓手。虽然那首歌是主角在那个歌人歌词上，但是我的偶像 Steve Gay， 他赋予了他完全不一样的生命，因为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做，那只有老有经验，然后还有那个感觉的人，才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境界。那这个